别见到啊。变蛇只能在这个红毯的房间，因为这里有一个地下室。现在假装我就在他的楼下，以敲击声为信号，我会把蛇递上去。王林所站的地面上有一个洞，而我在地下室操控这个开关，并把蛇递上去。由于铺设地毯毛绒的掩盖，不会看到这个开口的缝隙。借助盆的遮挡，蛇就可以从里面运送出来。王林会以发功为由，给我足够的时间把蛇装填进去。最后关上暗道的门，一切就严丝合缝。抖音。